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第五页啊，第五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对的地方。华严经云：严净不可思议刹，供养一切诸如来，放大光明无有边，度脱众生亦无限。世界人境即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如是一切皆自在。依佛华严三昧力，这是最后一小段的经文啊。在这一段前面呢，讲的是法界圆明自在用。这一段是说正报啊，这个自信一念不觉，它就现象了啊。前面第一段呢，给我们讲现依报。这是佛学的名词，那现在的话呢，就是现宇宙啊，宇宙出现了啊，诸位要晓得，宇宙跟我们自己都不是真的啊，都是假的，都是从自性里面呢，是一念不觉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极其微细的波动啊，这一动啊，它就现象啊。自性里面不现象的时候，六祖能大师说本自具足，这是不现象的时候。现象的时候能生万法啊，宇宙从哪里来的？世界从哪里来的？万法从哪里来的？前面呢，我们都学习过了。这一段是正报，正报是讲的自己，我从哪里来的？在中国禅宗，过去诸位常常听到，啊，宗门里面呢所谓的。父母未生我之前，本来面目是什么？本来面目是自性啊，这是不觉呢，它就启动了。我们讲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呢，我与整个宇宙同时出现啊，依报正报同时出现。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宇宙万法的缘起，讲得非常之好。如果这一念波动，如果说是停了，这个宇宙跟我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是假的啊。前面跟诸位做过详细报告，这个现象是相似相续相啊，很像啊我们现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啊放的，现在大概不是用这个老式的了，老式这个电影片呢是胶片啊，胶片用胶片那个很容易
看出来。啊，它是一个一个的，啊，一个是一个幻灯片。啊，那么一秒钟呢？啊，24个生命。我们把荧幕上的影像呢，就以为是真的了，啊，非常啊逼真。殊不知啊，它张张不一样。啊，前一个像个跟后一个像绝对不相同，它是两个。啊，没有一张是完全相同的，它相似，所以相似相虚像。那么我们现前宇宙跟我们这个万物啊，和我们的生命，就跟电视上的相虚像啊完全相同，速度更快，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啊，也就是320兆分之1秒。这一弹指啊，啊，那我们不能讲秒啊，这一弹指，如果算秒算出来，那我们这个一秒钟可以弹4次，再乘4，啊，就是1280兆分之1秒这样的速度在出现。啊，每一个念呢，念，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念念成形，那是依报，就是宇宙万物。形皆有实呢，这就是正报。啊，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啊，依正庄严呢，速度太快了。我们通常讲刹那之间。实际上这个刹那很不容易体会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刹那之间的速度啊，居然是一秒钟的1280兆啊，这是把这个诸法实相啊给我们说出来了。在总结里面，大师给我们说，真盖妄末，行无不修，妄彻真源，相无不极，用这个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我们用普通的这个术语来讲，诸位啊容易体会。他这四句啊，实际上就是给我们说的：真妄不二，真妄也如。啊，特别呢，在《妄境还原观》里面呢，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个境界。幕后。大师引用《华严经》上这几句偈子，啊，《华严经》上说：“严禁不可思议刹。”这个刹，佛刹，啊，这个刹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十方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指的是这个隐身的意思，那就包括了一切诸佛如来的设法界啊。我们现在通常讲的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设法界啊，在华严经上啊，那讲的就不是一个世界了，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是这一念不觉，就是起心动念呢，变现出来的，没有先后。啊，
这个一定要知道，没有广狭，所以真理叫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就是没有先后啊，就是没有时间呢、啊。没有广狭就是没有空间呢、啊。时间空间都不存在，那都不是真的。可是我出现了，不管我是在觉是在迷，如果是在觉呢，我们就叫他诸佛如来；如果在迷呢，那我们就叫他做菩萨、做声闻、缘觉，或者是六道众生。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啊，他一定是这样做法，庄严清净佛净土。为什么呢？信德自自然然的流露，自然流露。所以佛门常讲啊，法而如是。法自自然然，它就是这样子，是信德流露嘛。信德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有四种大德大能，随缘妙用啊，威仪有责，如何制止待众生苦，这是自信的四信德，所以它一定是庄严净土，而且怎么样呢？供养如来。此地讲的供养如来，这个如来是广义的。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哪个不是如来呢？这里有觉悟的如来。有望境还原的如来，还有望没境还没有还原，那就是设法界里面的众生。用供养，这是普贤菩萨修的。普贤菩萨跟一般菩萨不一样的地方，智慧圆满了。知道一切众生呢都是诸佛如来，所以对一切众生呢，他不讲布施，他讲供养。这样的尊重，与信德圆满的相应。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供养？这大乘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华严经尤其讲的多，法供养为最呀。所以真正觉悟的人要知道，我们落在设法界，特别是堕落在六道轮回出不去。佛菩萨要不要帮忙呢？佛菩萨没有不帮忙的。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呢，他怎么会不帮忙呢？问题在哪里？帮不上。那就是众生迷得太深，迷得太重。所以世尊常常感叹说：“可怜明者，他不肯回头啊。”善根厚的人，知道
在十法界里面，哪一样事情最重要？觉悟最重要。因为你觉悟，你就还原了，你就回归自信了。啊，迷了之后再回来，回来了。啊，不再随着外面境界转了，这个重要啊。啊，尤其是净宗法门。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只要一到极乐世界，你就真的还原了。无论呢，你在极乐世界是哪一途，啊，凡圣同居的也好，方便有余途也好，啊，下下品往生也好，你决定还原了，你在一生当中就成就了。啊，所以能生净土的人就决定成佛了。啊，这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法门是无比的殊胜啊。啊，往生净土难不难呢？我到高雄来，我就想到早年间我在佛光山教书。啊，说这个话了50多年了。啊，佛光山那个时候只有一栋房子，东方佛教学院。啊，其他的建筑全是以后造的。那边一片荒山呢。啊，道场里面有常年工作的人。长工啊！啊，我有一天晚上带着几个同学在那个放生池的旁边，啊，放生池正在建筑，还没搞好，啊，在月光底下在那里讨论佛法，哎，就有一个工人。啊，做长工的看到我们围着坐在一起，他也来了。啊，来了之后给我们讲个故事，我们都听他的。啊，他是将军乡人。啊，他的邻居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非常善良。啊，拜佛拜神什么都拜。啊，非常难得。3年前呢，啊，他娶了个媳妇，很好，婆媳关系处得非常好。媳妇学佛，懂得佛法，就劝他婆婆专拜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其他都不要拜了。哎，他就接受了。啊，从此之后就专念阿弥陀佛，专拜阿弥陀佛。这拜了3年，啊，这一天就是往生的那一天，啊，他也没有说他往生，啊，我相信呢，他怕他说了之后啊，他家里人会难过，啊，就产生障碍了，啊，他不说，啊，他就跟家里人讲，啊，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说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我去洗个澡，啊，可是家里。儿孙很孝顺，还是等他，等了很久都没出来，怎么回事情啊？进去看看，真的，他洗了澡了，啊，再找找不到，再加个小佛堂，到小佛堂里面去，看到老太太穿着海青，手上拿着念珠啊，面对着佛像站在那里，叫了不答应。仔细一看他往生了，他站着走的。啊，这个工人给我们讲啊，
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亲眼看到的。我记得我有一年，在高雄中山大学，校长请我去做一次讲演，我提到这桩事情，还有几个同学举手啊，跟我讲，他知道，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看，老太婆3年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又没有生病，没有丝毫痛苦，说走就走了，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十法界里面众生，特别是六道众生，第一桩大事啊，别的是小事啊。说老实话，弘法利生都是小事。弘法利生，如果我们自己这一生不能往生，那就是《无量寿经》所说的了，不如金庸求证据啊。无论你做多少好事，都不如你在这一生成佛。你要知道，你成佛之后，你度多少众生啊！我从1977年到香港讲经，听到许许多多念佛人，谭虚法老法师常常讲，香港人都很熟悉。他讲他一个同学，地贤法师的徒弟，他是地贤法师的学生，所以也算是师兄弟。有个锅炉匠也是站着往生，念佛3年。欲知时知，往生还站了3天，让地仙法师去替他办后事。地仙法师佩服到极处啊，常常用他来做一个好榜样，劝大家念佛。念佛没有别的，真正念佛3年成就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里头只有一个秘诀，说万缘放下。凡是念佛不能成就的，都是放不下。所以放不下了，害惨了你呀，害你搞六道轮回呀，害你堕三恶道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愿不愿意再去堕三恶道呢？说实在话，若不坚勇求正觉，那就是死心塌地念佛。这个三恶道的因天天造，三恶道的果怎么能不受呢？那我们就在此地知道了。用什么来供养一切诸如来？具体肯定的来讲，就是用念佛法门自己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也劝别人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经教学不学没有关系经教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劝我们，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作用在此地，断疑生信。如果我们有善根，对这个净宗法门相信，对阿弥陀佛相信，那就不必经教了。不相信，那才研究经教，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信心建立了。经教的作用在此地。真正相信你还搞经教那就发生障碍了，
那金教变成什么？所智障啊！所以《金刚经》上佛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什么？佛法，佛法你都要把它丢掉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实现的啊，他19岁出去求学啊，一直到30岁，12年。12年求学，那求的是法了，啊，最后要把那个法舍掉，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要不把12年所学的东西彻底放下，他就不能开悟。为什么呢？所智障，这个要懂啊！啊，现在这个社会动乱。真叫世界大乱了，我们遇到了。啊，常常有很多人讲啊，我们很不幸啊，动乱的时代啊，没有善知识，没有佛菩萨来帮助我们，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菩萨无时无处而不在。啊，而是你自己心浮气躁，你不认识。真正修行人，啊，宗门有一句话说：“你会吗？”啊，真正会修的人，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什么样的人都是好人。那什么叫慧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你就会了。啊，三人行是吧？一个是自己，一个善人，一个恶人。那善人是好人。啊，他教我们学好。我们好好跟他学，他是好人。那恶人也是好人，他那些作恶让我常常反省，看到反省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他也是好人，他干的也是好事。啊，他从反面来教我，善人从正面来教我，都是好老师啊。那是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你都能成就啊。如果你自己迷了、糊涂了，啊，看到善的，你不愿意跟他学；看到恶的，你还讨厌，还骂骂他几句，哎，或者呢，你就跟他学坏了，那叫不善学，不会学啊。啊，所以会学的时候，真的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一点都不错啊。啊，一切众生呢？都是佛菩萨啊，谁能做到呢？华严经上善财童子做到了。那你看，他就参访53位善知识啊，这53位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从早起来到晚上睡觉，你所接触到的，那就叫53才。啊，你这一天所看到的好人，你都学他的好处；坏人，你都反省、忏悔自己的业障，你不就成就了吗？啊，53参不是善财童子的专利呀，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前呢。那就是你会不会？会，那你就是善财童子，你这一生圆满成佛。啊，那你要不会呢？当面错过，你还是在造业。啊，遇到善人生欢喜心也造业，遇到恶人生厌恶心还是在造业。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到供养一切诸如来，你就晓得怎样修供养。啊，
依教修行呢，是真供养啊！啊，放大光明无有边，光明是智慧，是慈悲。啊，是一切佛法的总纲领。普照一切众生啊，观世音菩萨现千手千眼，那个千眼就是放大光明，照见啊。啊，千手就是大慈悲，伸手去援助，去帮助他了，啊。度脱众生亦无限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说了一个原则啊，下面这个两句啊就讲得很具体了啊，你看施戒忍静及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啊，这是华严经上讲的十波罗蜜啊，这个就讲得非常具体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波罗蜜、愿那个等呢？啊，用神通两个字代表，啊，代表的是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啊，《华严经》上讲的菩萨十度啊。这是菩萨自行化他的十大纲领啊，《华严经》上跟我们说的一戒是多，多戒是一啊，它涵容周遍呢 啊比如说布施，布施里面就有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方便这其他的九个波罗蜜都在布施里面。那说持戒呢？那布施、忍辱、精进也都在里头。所以一戒是多，多戒是一，一多不二啊，它是圆满的，它是不能够分离的。那以这种方法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服务是先修自己，感化别人啊，绝不是要求别人，自己不做，这是不能成就的，我说别人不会相信的。如果是好东西，你一定先做了，你一定先成功了。你自己没有做，介绍给别人，别人不相信，丫头，这不未必是好东西。啊，好东西一定是你先自己成就。啊，所以诸佛如来度化众生是先自己成佛。啊，然后叫你看到的时候，接触到之后，你感受啊，啊，你五体投地的，甘心情愿的跟他学习，啊，所以他们的教学成功了。原因是什么？他做到了，他然后再说道。啊，我们后人教学怎么热心去教都不成功。不是不热心，真热心不成功，为什么呢？自己不是个这样子，他怀疑，你热心对他的时候，他还在旁边起怀疑，哎，他到底是什么用意啊？他是什么企图啊？是不是要害我？那他越想越恶，越想越害怕，他怎么敢肯跟你学呢？那所以世尊诸佛菩萨给我们做的示范，给我们做的榜样，
用意非常的深呐，我们要细心体会。学习决定了要遵守古圣先贤的一个原则，那是真理，永恒不变，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佛法跟世法不一样，一门通了，一切都通了。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只选你喜欢的，选你感觉得很容易成就的，那就对了，就奇迹了。不一定要跟着别人学。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都能成佛。我们对于所有法门都要尊敬，都要赞叹。自己呢修一样，善财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选择的法门就是念佛修净土。他对于其他法门呢，他也涉猎，广学多闻。虽涉猎的，他并不修，还是专修净土，没有被其他法门扰乱，这是了不起的功夫啊！那为什么？死心塌地修一门是定，广学多闻是慧，你问我什么都知道，那我们也不知道的。可是我自己还是坚持我自己的一门，告诉我们这么一个方法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全世界已经变成真的是一个村了。哪一家的事情有事情，我们全都晓得了。现在讲多元文化，我们正在这个世间接触的面越来越广大，那么我们对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你不能不涉猎。你要跟这些人往来，就得要学历，除非你不跟他往来，不跟他往来就不需要懂得，要跟他们往来的话，那一定要懂得，一定要懂得。你如果没有定力，你就会学乱了，就会学杂了，那对你是非常非常不利。所以你必须要有定力。坚定的定力，你修你自己的本门，然后同时可以学习其他的这些学术，广修多闻，这个样子便利自行化他了。再说得踏实一点，你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个是必要的。所以都得要戒定慧才能成就。那么此地说了十度，这个十度还是简单扼要的提一提，我们总得要举一反三啊。那么这每一条都得要介绍一下啊。先我们从一般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布施
首先讲布施，啊，十度啊，首先讲布施，啊，第一个是贪恼，啊，这是印度话，啊，梵语贪恼，华严布施，啊，我们中华把它翻译过来的布施，布施有两种。啊，那么也有大乘教里说三种，啊，三种是法布施里面开出来的，又开两种，啊，两种里面的那法布施也就包括在里头，法施、无为施，啊，包括在一起，啊，那么第一个呢，财施、财布施，啊，财布施里面我们看看。这一饮食、衣服、田者、珍宝及一切自身之具，悉能施之。啊，财物，人生活在世间，啊，资助。我们养生的必须具备的都叫做自身之具，没有一样不能布施啊！这一条意思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啊，财可以说古今中外，只要是人，哪一个不爱财呢？啊，可是爱财呀，我们能不能得到财富呢？见性的人不需要了，为什么呢？自性里头有圆满的财宝，那他不需要了，他称性的，啊，像极乐世界、华藏世界，那都不需要了，太多太丰富了，啊，可是，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呢就不行啊，六道众生呢完全迷失了，啊，迷失了自性。迷失了自性啊，那就要靠修德了，你才能得到。啊，所以现在中国人、外国人都讲命运。啊，这个不无道理啊！你命里有多少财？命里注定。你不能不相信啊！啊，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的，他有三本书。这三本书说实在的话呢，都不是佛教的，也可以说他都是佛教，他不是佛经。啊，第一本呢是《了凡四训》。你要能把了凡四训练通了，你就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一点都不假了啊。了凡先生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命的先生，非常高明，那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确啊。他的妈妈啊，就邀请这个孔先生呢，给了凡算流年啊，终身的命运啊，他命里的寿命寿是有一定的，有数的，他只有53岁啊，每一年他这个财务能收入多少啊？谈收入了，
啊，他是个读书人，去考功名，他考到第几名？啊，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在流年上给他排得清清楚楚。每一年确确实实跟那个流年一对呀，完全相吻合，他的念头就死掉了，什么都不想了。为什么？他想也没有用啊！啊，所以跟云谷禅师，他去拜访云谷禅师，云谷禅师跟他在禅堂里面，他们坐了三天三夜。禅师是有功夫啊，有定功啊。哎，了凡先生也坐了三天三夜，也不起个念头。啊，云谷禅师佩服得不得了啊！问他：“你修的是什么功夫？”啊，他说：“一个凡人，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啊，是不可能。”了凡先生给他讲老实话，我什么功夫都没有，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想也是妄想，也没用，不如不想。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这我以为你是圣贤，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所以我称了凡先生叫标准凡夫，那我们都不合标准。标准凡夫，他什么都不想，命也算定了嘛。啊，你命里面是谁给你的呢？是你过去生中所造的。啊，你不是财富，财富从哪来的？过去生中啊修的财布施，你修的多。你这一生呢，财库就很充实。你过去生中财布施修得少，那你的这个命中财库啊就不多，就这么回事情啊。啊，我26岁接触佛法，朱金咒老居士。第一本送给我的书就是《了凡四训》，那我接受之后看了一遍，很喜欢，我就连续看了30遍，大概是2个多星期的时间，啊，看了30多遍，非常感动啊。痛哭流涕，遍遍都流眼泪啊！啊，感到什么样呢？了凡先生的毛病，我全具足。他有的，我通通都有。了凡先生还有很多长处，想想我自己比不上，我自己还没有。跟他一比，差远了。啊，这一下知道什么？知道了命运可以改造。啊，他能改呀，我也能改呀。我要学他改造命运，啊，因为我的命不如他，我的寿命，他的寿命53，我的寿命只有45啊，比他短呢。啊，他还能做一个小县的一个县令，啊，那我这个命运里头没有官印。也就是再小的主管啊，一个村长一个里长都没有份啊，没有官印，没有份啊，只能做人家的下手啊，末了啊，财库呢，财库空空的，所以就是既贫又贱啊，说个不好听的话，是什么命呢？是个乞丐的命，要饭的命。我相信
过去生中没修啊，不能怪人呐。做了了凡四训，以后接触佛法，学佛了。很难得我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告诉我，要修啊。那修布施，我没钱啊，拿什么布施啊？老师告诉我，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有。一块钱，一块钱也还行，再多了就没法子了。他说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起，你去做，真干。所以我们就看到寺庙那早年呢，这个都是60年前的事情了。寺庙有人印经，拿个小本子来凑钱，大家来凑点钱去印经书，那我就出个一毛两毛，他都收啊，多少他都收啊。放生，我知道我杀业很重，造的罪业很重，所以一闻佛法之后就吃长素了。希望多做放生的事情啊，去赎罪呀。所以就放生，我也尽心尽力的出个一块，出个几毛。确确实实，诚心诚意去做。以后收入的时候慢慢就多了，多了就多做。全心全力去做。那么在以后，李老师劝导我学讲经教。讲经教叫什么？叫法布施。他说这个转命运就转得很快了。所以我们在老师在台中，李老师看到学生面相很薄，就短命的相，没有福报的相，都劝他们来学讲经，这个修福很快。为什么能学讲经？法布施，都要用我们的精神，用我们的体力，用精神用体力，这叫内财，内财布施。所以财布施、法布施就都有了。这是老师怜悯这些同学，那我也是其中之一了。那么以后出家。大概也讲了不少年，命运慢慢就转过来了。45岁那一年，好像我讲经已经讲了十几年了，我是33岁出来讲经的，讲了12、13年，得了一场病，那一年在基隆大觉寺。讲了研经，借下安居灵源老和尚，叫我去讲了研，讲了一个多月，生病了。我自己心里很明白，寿命到了。我没求寿命，寿命到了怎么样呢？准备往生了。所以我也不找医生，我也不吃药，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寿命到了，所以就一切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多月，就好了，好了嘛，那就再继续讲经嘛，这一关呢就过去了。到第二年我遇到甘珠和佛，这也是老朋友，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他把我叫到身边，我们对他很尊敬，称他佛爷，他告诉我，
他说你这个平常啊，我们在你背后我都说你啊。我说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很聪明，可惜呀，短命，又没有福报。我说这些呢，可以当面说，不用背后。我说我自己都知道，我能够接受。啊，我不会怪别人。啊，他说你这些年来十几年讲经，啊，这个弘法，啊，功德很大，你的命运都改变了。他说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在那个时候，实在讲没有福报。啊，寿命这一关是过来了，啊，但是真的是没有福报，啊，那福报到晚年，晚年已经这学佛，我学佛到今年呢，58年了，啊，讲经教学了51年了，啊，到晚年好像有一点福报了。这都是修得来的吗？这就是说命运是自己造的，所以命运呢自己可以改，你只要懂得道理，懂得方法，如理如法，你去改变你的命运，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了凡先生他改过来了，我改过来了，我改过来比他还要殊胜啊！你看他的寿命53岁，他延寿，他74岁走的啊，延寿20多年了。那我这个45岁，今年83岁了，我超过他太多了。那所以无论在哪一方面呢，我都超前了，跟他比都超前了。在初起步的时候不如他老人家，差太远了啊，现在能够超前了啊。这是什么？这是遇到佛法，遇到善知识啊。我们真正知道自己啊，绝对没有投机取巧能成就啊，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修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无为就是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看到众生有困难，全心全力帮助他。啊，在另外呢，我们决心采取素食。那就是无为布施，为什么呢？你不再吃众生肉了，不再给一切有情众生结冤仇了，这是有无为布施啊！啊，这个，懂得这个道理啊，能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啊，所以蚊虫蚂蚁我们决定不能够杀害它啊，它来干扰我们啊，在我们身上叮一口那是什么？那它是来吃饭的啊。那我们乐意呢欢欢喜喜供养它一餐，吃饱了它不就走了吗？如果不愿意给他，那把他赶走就好了，不可以杀他了。啊，他没有死罪呀。啊，所以要有怜悯一切众生的心。啊，决定不能给一切众生呢结冤仇。啊，所以这是讲这三种布施。第二呢是发布施，为从诸佛及善知识，闻说世法处世间善法啊，
世间跟出世间善法，以清净心转为他说也。啊，我们自己学习道理，欢欢喜喜教别人，劝导别人，这里头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啊，你自己真做到了，别人就相信了。你自己没有做到啊，别人不相信。啊，所以事出世间法都是一样的，先修自己，然后就影响别人。啊，我学佛，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啊，那个时候我没出家。他劝我出家，啊，所以我这个出家路子的时候，是他老人家替我选择的，选择的好，我很感激他。啊，那么出家呢，他教我要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我读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自己没有道场，啊，一生不见道场。他有福报，他不像我没福报，想见道场没能力，也没有护法帮助啊。啊，释迦牟尼佛有啊，啊，他自己的老家是皇族啊。啊，那要建道场是太容易了。啊，那么以后讲经说法，你看皈依的这个弟子里面有16大国王。啊，那都是大夫长者都很多啊。啊，所以世尊要想建个道场是轻而易举的。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给后人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真正能放下，彻底放下，啊，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所以我虽然一生没到场，可是福报好像比释迦牟尼佛要大一点。他在树林里面住，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我每天住的房子还都不错。啊，大概是50岁以后啊，在生活方面还都有人照顾。啊，无论到哪方面哪个地方，啊，都有当地的同修居士们照顾。啊，那么这些，确确实实。都要靠自己认真努力的修学啊，所以这一生当中全心全力都用在经教上啊。老师教我看破放下，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放下帮助你看破，你为什么看不破？因为你放不下。所以初学，对六道凡夫初学，从哪里做起？从放下做起。你能放下，他就会，你就心清净了，你就能看破。看破之后，帮助你再放下。啊，所以这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你看到等觉菩萨了。啊，还要放下，放下什么？最后一瓶生相无明，那个放下了，他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
这是佛门里面真修行的秘诀啊！我很幸运的，跟老师头一天见面，他就传给我啊！我是似懂非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看破放下，好像懂得一点意思，从哪里下手？他就告诉我布施，三种布施。啊，决定不能够另法。啊，学的东西要喜欢讲给别人听，喜欢教导别人，更重要的呢是给别人做个好样子。啊，所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大乘教里面还有第三种无微不至。啊，我们念普门品，经上都说，观世音菩萨是施无为者，啊，是菩萨里面的，是布施无为呀，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他救苦救难嘛。那念无量寿经上都告诉我们，啊，我们学佛的，特别修净土的同学。遇到严重的灾难，这个时候可以一心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都能够得解脱。啊，这是世尊在佛经里头教给我们的。啊，那我们现在在现前的社会，真的是有很多灾难。啊，尤其是从网络，从这个媒体传过来的，现在流行的瘟疫，啊，是猪流感，啊，这些瘟疫都非常严重，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信息是这个病毒现在还没有疫苗来治疗。啊，那么得这种病的话，死亡率很高。啊，所以他们很怕这个大规模的爆发的时候，成为全球的灾难，大灾难。所以希望大家的时候呢，这是要慎重啊去提防。啊，那我们学佛的人，真正最好防御的方法。就是念佛，我们对佛要有信心，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常住在清净心上，就不会感染。啊，纵然感染，也一点恐惧都没有。啊，念阿弥陀佛或念观世音菩萨，我想两三天。就好了，就没事了，啊，不要恐怖，啊，其实，我也常常讲啊，很多的病痛啊，人死了很可怜，那不是病把他病死的，是他吓死的，啊，比如说癌症是很普通的，人家一听得癌症了，他就害怕了，被癌吓死了，啊，被病吓死的。总要占80%-90%，所以并不可怕啊！这个道理啊，不可以不懂啊。那么最近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在高雄做了一场讲演啊，讲他这个十几年做的这个水实验啊，我还劝了一些同学。去听他的课啊，水是矿物，他懂得人心。我们以善心对这个水实验的结晶呢，非常漂亮，
非常美。我们以不善的心对它呢，它的反应就很丑陋。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我们用清净心，用善心啊，来对待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疾病的这些细胞，它就会转变好了，它自然会变好。那我们的心情如果是很不善，我们的好细胞都会变成病毒的细胞，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中国古老的中医说，这个一切病的病根，那个根源是什么呢？这两个字啊，一个是气，一个是火。气就是什么？生气呀。上火啊，这是所有疾病的根源。如果你不生气，不上火，纵然得病啊，也两三天就好了，没事啊。所以不要害怕，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生气，不怨天尤人。如果遇到灾难，我们诚心诚意忏除业障，忏悔业障，断恶修善。我们常讲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什么病都没有了，这很重要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我们常常讲给别人听，我们自己这样做也是无微不至，不可以吃众生肉。如果说不吃众生肉啊，很对自己身体健康有问题，那我可以现身。给诸位做个好样子，我26岁学佛就开始吃素，到今年已经吃了58年了，我不生病。这就是个好样子，放在此地。素食才真正的健康。何必要去吃众生肉，要跟众生结冤仇呢？有人告诉我，但是这个话也不好讲，讲了什么？人家说你搞迷信，这人告诉我什么讯息呢？就是瘟疫，这个瘟疫啊，是那些受害的众生来报仇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不会，受这个感染，为什么呢？你跟众生没有结冤仇。我们早就采取素食了，不吃众生肉了，而且常常放生，爱护众生。众生跟我们没冤仇，就是来报仇的呀。那么这是缺少慈悲心的人啊，那应当要注意了。容易受感染。就布施非常重要啊！我们要财富，就要修财布施啊！要聪明智慧，要懂得修法布施啊！无论是世法是佛法啊，欢欢喜喜的交给别人啊！要自己希望自己健康长寿呢，要懂得修无为布施啊！布施这个里面有很多啊。它是一种布施，这三个意思都具足，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第二，施乐，这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行善，为好行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放逸就是很随便，
不自放逸，就是事情样样都很认真、很谨慎，举这个意思来翻译，翻译实录。那正翻呢？止得的意思是止卧得善。 这个从字面上来翻译，前面是从意思上来翻译，止卧得善了，这就把戒的精神、意趣啊，给我们说出来了。下面说又犯违戒，现在实在讲呢，我们用戒这个地方用的最多了，为戒能防止。 身口所作之恶业，这个戒律，你只严格的戒，这个手持，它能帮助你身不造业，口不造业。那身呢？你看我们在这个十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淫，这都是属于身。你能够守的说，身不造这三种重业。那口呢？不妄语，不粘舌，不恶口，不绮语。所以你看这十戒里面呢，你能够，这是基本的戒律。这是。 最重点大戒，所以戒能够防非止恶。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到戒律的，常常给我们讲三句境界。 第一种的就是律仪戒，就是有条文的，《大藏经》里面的律藏，有明文规定的。最普遍的，特别是教导初学，叫三规五戒。 所以五戒是所有一切戒律的根本。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在家出家，都把杀盗淫妄定为四重戒，这是普遍的。 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律，仪是为仪，也就是我们行住坐卧都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不好的形象，世尊也一条一条的为我们。 制定出来，要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就像什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弟子规》规矩，一举一动都有个规矩，所以《弟子规》是属于唯一。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世尊告诉我们，在中国古圣先贤也教导我们，如果没有戒律，佛法就没有了。那佛的这些经典呢，就变成学术了。
变成佛学了。是世间一种学问去研究去了。与我们自己的生活言行不相关了。佛法就灭了。灭了不是没有佛经了。是没有人依教奉行了，没有人持戒了，佛法就没有了。礼仪是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儒代表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文化。儒书有没有？有啊，现在在台湾，尤其这些年来商务印书馆印的《四库全书》，世界书局印的《四库会要》，《大藏经》在台湾也很流行，印过很多次，都有啊。也是把它当作学问去研究了，学校去研究这个东西。与我们日常思想言行没关系了，脱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没有了，拔掉了，所以造成社会动乱。所以造成无量无边无数的冲突。根本的原因在此地，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觉悟了，我们明白了，真正明了，真正觉悟，就要立志，就要发心，续佛慧命。这真正护持如来正法。那别人不做，从我做啊。我要真干呢。从哪里干起呢？从根本干起。根本是什么？佛的根本就是十善业道。先落实十善。十善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戒律前面七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真干呐。那我们要继承祖宗传统的教诲，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我们必须要去学礼。学礼仪。礼仪从哪里学呢？《弟子规》。《弟子规》是基本的礼仪。这两样东西要不真正学好，真正把它学了得受用，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太上感应篇》。或者用文昌帝君印之文，这是什么因果教育？如果不能够深信因果，十善业道跟弟子规境界现前，恐怕守不住，还会动摇。深信因果的人呢，
就如如不动。为什么知道什么？知道命里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的，什么方法你都得不到。啊，所以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一生全心全力提倡因果教育。我们今天呢，能懂得他的意思啊，挽救今天的社会，除了深信因果，没有办法了。我对于升官发财这个心早就死掉了。为什么死掉的？相信因果。那算命的给我说，不是一个人呐，好多个人给我算了，命里头没有官印，那我就不要做官了，这条路死了。我命里的财库里头没有财呀，我就不想发财了，想就空想啊，打妄想啊，财不是想来的。所以弥补这个事情的时候，老师叫我修布施，修三种布施。学佛之后才晓得，人生真正第一桩大事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才叫一了百了。你不能生净土，你搞六道轮回，这个麻烦可大了。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叫真正可怕。所以你真正相信了，真正放下了，你就得大自在呀。社会虽然乱象多繁杂了，我们念佛人可以不受干扰。自己另外地方去找乐趣去。我学佛之后，应该可以说至少有45年我没有看报纸了，没有看杂志，没有看电视，这些广播文艺东西通通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从前方老师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严重染污，我们不能叫他禁止，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他尽管怎么样，这个流通出版播映我们有权利不看。这个权利我有啊。我与你报纸天天出那么多，我不看你的。你这个电视一天播到晚24小时，我不看不听。我自己居住地方没有电视机。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不受这些干扰，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天天看这些东西，那你的麻烦可大了。你要想修清净心、修净土，可不容易了。它是破坏你的清净心，它是专门破坏净土。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持戒就非常重要了。律仪戒很重要。我们这些年来全心全力在提倡，我们自己认真学习儒释道的三个根。三个根从哪里学起？你要知道哪一个最重要，就是因果最重要。因果要从哪里学起呢？最好从于静义、玉造神机、了凡四训，从这两样东西下手。
啊，这是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的真正用心之所在，他是来救现前这个世间灾难的。啊，没有因果教育，佛学不好，儒也学不好。所以用这个做底子，你有这个基础，十善业道学好了，弟子规学好了，啊，这三个基础奠定之后，你学儒的理，你学佛的戒，都没有问题，啊，你会呀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在一生当中啊，成圣成贤呢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得有基础。啊，为什么有人真的好学，一生不能成就，是他把根疏忽了。啊，虽然好学的时候他没有基础。啊，没有在基础上下功夫。啊，所以一定要在因果基础上着力，啊，我这一次回台湾啊，治疗牙周病啊，在这边呢可以多住几个月啊，有缘分劝导华藏卫士啊，我希望他呢能开两个栏目，专门讲因果啊，专门讲多元文化，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个重要啊！啊，媒体上啊，应该多多宣传这些好东西啊！啊，过去我在台湾遇到两位警官，高级警官，现在他们都退休了。啊，有一位是王立民，台湾同学有很多人知道，他是专讲两番四训的，讲了几十年了。啊，所以我要请他在电视台里面呢详详细细地给大家介绍了凡四训。还有一位啊，黄伯林警官啊，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很有心啊，他告诉我他收集台湾最近六七十年的刑案，啊，这刑事案件就是杀人的这些案件的破案的真正原因，啊，80%以上破案的是被害人托梦啊，给这些办案的这些警员、警官，或者是附身的引导他把尸体找到破案的，他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死了他还要报仇，还要伸冤啊！所以我想请他在电视台啊，给我们分享台湾这个六七十年的刑事案件破案的真相啊，让大家知道不能害人呐。
你把他害死了，他灵魂没有死啊，他还有怨恨呢、啊。来生遇到的时候，他都要整你呀、啊。那这样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说这多么痛苦？啊，我请他上电视台现身说法。啊，他对这个事情会讲得很透彻，会讲得很好。啊，我们真正懂得因果报应，人心就定下来了，不敢想入非非呀。啊，所以因果教育是基础，是根本呐，根之根呐。那其他地方有人不相信，说是你这是讲迷信。啊，在台湾不会，在台湾这个地区，你一说之后，大家都知道，过去报纸、杂志都登过的，真人真事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啊，别人不相信，我们相信啊。啊，在台湾，人人都把这三个根学好了。台湾就是极乐世界啊！台湾可以真正做到啊，中国古时候所讲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离异之邦啊，和睦社会啊！啊，为全世界。在这个极动乱的时候，做出一个安定的好榜样。啊，只要落实儒释道，不难做到。啊，所以律仪戒一定要遵守，除了。这些有文字、有条文记录的这个戒律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世尊没说，但是有很多善事该不该做呢？有些都不善的事情该不该断呢？应当要断，应当要学，好的要学，恶的要断。所以三句经戒里面呢，第二类呀，叫摄善法戒。啊，你比如说这个抽香烟，抽香烟呢，戒律的都没有，所以很多甚至于出家人是抽香烟，怎么这不犯戒？这戒律都没有啊？啊。这个香烟对身体有没有利益呢？啊，我在外国看到广告，卖香烟的时候都把这个广告拿出来，香烟有害于身体。他说得很明白。啊，既然对身体有害，那我们就应该也要把它戒掉。啊，那有许多善法的戒律上面有写的，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益，对众生有利益，我们应该都要做啊。戒律条文毕竟是有限度啊，条文不多啊。啊，所以总的原则，佛告诉我们：断恶修善。啊，所谓的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要懂得这个原则。第三种呢，叫饶益有情戒。啊，我从2003年
到今年七年了，啊，代表澳洲大学参加十几次这个世界和平会议，啊，这在我们学佛的人呢来讲，这个事情呢是可以不必做的。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本分是讲经教学，是劝善，啊，这是偶然的一个机缘，学校找到我了，啊，我跟大学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两次座谈会，他们很诚意，啊，坚定地邀请我参与这个工作，我就答应他了。啊，我常常讲的是不守本分的，哎，可是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个条开源，那叫什么呢？饶益有情界。啊，这些国际和平活动，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饶益有情啊！啊，所以我参与的时候还能说得过去啊。啊，所以懂得戒律里头有这么一条：凡是对众生有真正利益的，他们在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一把，这是应该要做的。啊，可是我做，我也不是全面付出，我是有限度的。啊，我让他们大家知道，啊，这是让全世界参与和平工作的这一些朋友们真正认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能真正化解冲突，把这个社会带向安定和平，啊，用中国的方法。那么在西方呢，也有，东西方要结合，啊，西方是什么呢？宗教。宗教里面有伦理的教诲，有道德的教诲，有因果的教诲，把这些经文把它揭露出来，推广落实，啊，全民落实，跟中国传统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呢异曲同工，可以救世界呀，啊，大家都明白了，都觉悟了，我就不干了，我就回过头来，我想去闭关，去住山，老实念佛，回归净土。啊，所以我不会永远做这个工作，啊，大概呢，我这个工作也快要结束了。如果快，今年年底就结束；如果慢一点呢，明年一定会结束。我还有一次大型的活动，为这个事情，我编了这本书，世界宗教是一家，
这里面是十个宗教，十个宗教经典里面的关于伦理的教诲、道德的教诲、因果的教诲，我把它抄在一起。诸位如果一看的话，大同小异，所以宗教真的是一家。学自己的也能学到别人，这个里面有儒释道，在其他宗教里面都有。这个图是非常有意义，这个图是一块碑，在中国少林寺，这个碑呀，这是重新再刻的，照原来的碑重新刻的，原来的碑呀是唐朝肃宗时代，那个时候他们做的。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唐明皇很出名，是说了大家都知道，唐明皇的儿子。那么这块碑呀，距离现在至少1300多年，画的图当中，这个图，这个人头正面看是释迦牟尼佛，从两面看呢，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孟子，这就是三教是一家了。手上捧的一本书是九流，九流是学派，你看在中国就讲多元文化吗？三教跟学术是一家，非常有意思。所以现在把这个提出来的时候呢，希望全世界宗教学术是一家。我们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导向和平，和平安定，就大家才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冲突太多了，从家庭，到社会，各个阶层，到处都是冲突，这非常可怕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能贡献一点力量呢，这也是应该要做的，所以在持戒里面呢，我们就想到六义戒，佛家讲的三句精戒，这才讲圆满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佛，要把心量脱开，一定要肯定，要认知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文，这个帝君音之文世界律，了凡四训，于今亦欲造神迹，是最初需要看破的。真正看穿因果的事实真相然后改造命运，从哪里改起就从弟子规，从十善业道下手，效果就非常明显然后念佛求生净土，功夫才得力了我们现在感觉到是学佛念佛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呢？妄念太多，心太乱了，太烦了，你静不下来呀！我们参观
许多学校，高等学校，发现学生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就学不到东西。事法尚且如此，何况佛法？所以从这个地方，让我们回想中国古代同盟养正的教育，就值得我们去思维，值得我们去反省。小孩子3、4岁，他就非常端庄稳重。现在20几岁的大学生心浮气躁，他怎么能学到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曾国藩先生的家训家书。曾国藩先生对他的子弟无数次的要求学稳重，学缓慢，我们现在讲速度，讲效率，中国古人跟这完全相反的，想缓慢稳重，缓慢不容易出差错。这个动作太快的时候，好像是实际上是许许多多地方他没有周密的思考，后面后遗症的不堪设想。这个是现在还很多人还没有能体会到。我们现在比较容易认识这一点了。弟子规里头也说，做事情不能太匆忙啊，忙就容易出错误啊。中国人的脚步比外国人要缓慢。可是外国人这些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再往前走就走向世界毁灭了。速度太快了，世界会毁灭。速度太快了，我们身体会毁灭。这是真的。长寿确确实实是在稳重缓慢当中求得的。身体健康长寿与这个关系都很大。所以现在人身体病多，病多的时候与这个有关系。他速度太快了，他太匆忙了。说一下中国不好听的话，太鲁莽了。所以他长病嘛。他先清净。安定缓和，他怎么会长病？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个都是与持戒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的持戒一定要从感应篇、弟子规、十三页这样的次序去修学。一定要用因果来奠定我们的生根，我们才能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